10月19号我们在新北的活动，那基本上是第一个元素是志工，第二个元素是亲子，不管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自己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其实虽然是政治团体，不过应该政治是贴近人民的生活的每一部分。那我们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所有的好朋友在10月19号一起到新北，一起大家一起来路跑，那既健康，那对身心也都很有帮助，欢迎大家，谢谢，谢谢。大家都知道，路跑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不只是台湾，也是我们全世界国际的公认的一个非常棒的运动项目，所以这次的活动也是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而且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身为四宝奶爸，其实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亲子一起来做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一起健康，我相信整个台湾都会健康。10月19号的活动预计会有上千位这个民众一起出席来参与，所以其实志工需要的这个数量是蛮多的，只要您在我们的报名网站上面报名登记成为志工呢，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本来应该要报名才能够获得的这个慢跑上衣，还有运动毛巾，以及这个环保的折叠杯。我们早鸟报名的话呢，现场就直接赠送100元的原油券。那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活动叫做集章礼你去跑几个摊位之后呢，集满这个章就可以换到一个礼品。那这个礼品呢，也是免费的，直接包套的提供给我们的志工朋友。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子全套的这样的一个物资来回馈给我们的志工朋友，也让更多志工朋友来参与。当天我们不仅有保险，那也还有提供所谓的这个餐饮，因此呢很希望我们不管是党内外的朋友都一起来报名志工的活动。